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花型，这花型里是帽子和毛衣都非常漂亮，一束花是18针，这里距离是3针，你喜欢花型近一点的话你可以留2针也是可以的，我现在留的是3针，这里是15针，所以说从这个位置到这里18针一束花，这里高度是10行钮一次。好，下面我来讲解这花型的编织方法，大家把这花型学会可以到我的主页里面去看成品教程，成品教程在合集里面，主页的合集里面有其他款的成品教程，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。好，下面讲解花型的编织方法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起针，这个是初学者的刚开始学织毛衣的起针方法，更漂亮的起针方法在主页里面，单螺纹、双螺纹、花边起针方法都在主页里面，大家可以去学习。好，挂一次是一个下针，就是一针挂一次是下针。好，一针好，好，一次起到你想要的针数。好，我起的是一组花，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来排花。第一针是边针，边针是一个下针，把先绕前面来，先织反针，一二三四。好，编针不算花型针了，如果你捐针你是没有编针的，四针反针以后把线绕到后面去，是一针下针。好，是一针下针。好，以后把线绕过来，两针反针，线绕到后面去，再是一针下针，前面来是一针反针，这里是两针反针啊，两针反针，然后把线到后面去，花型的中间针我们划过来不要织。好，然后呢线绕过来两针反针，线绕后面去一针下针，这里大家不要排花不要排错，线绕过来两针反针，一针下针。好，这里一样的一个边针四针反针，现在绕过来，因为两边要对称啊，再是反针。好，实际花型到这个位置就是到这里的就是一束花18针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边针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，18针一束花。现在我排好一束花以后，我这里还有3针的反针和一针边针，因为我这里和这边要对称，大家更容易看得懂，所以说一束花是18针，你这里看不懂多看两遍。好，我们把第二行不管你是绢织还是片织你都是根织啊。好，这里是下针的，我们是下针，好，一到反针的我们是反针，下针编织。好，这一行是上一行我们挂线不织的，在反面我们是丝反针，在正面你丝下针。好，下针编织。好，下针一，这里行着根织，第二行织好了，第三行。好，第三行编织，编针你可以在上一行织，也可以留到本行来编织啊。好，继续编织反针，下针反针，下针反针编织。好，这一针我们隔行织，本行这个辫子针这一行正面这一行我们不织，这一针我告诉大家是哪一针啊，它就是这一条的辫子针，辫子针隔行织一次，这里的花型针每行都要织，这里是隔行织一次啊，隔一行织一次。
好，所以这里我们不织，把线直接挂过来就可以了，反针编织。好，继续跟织。好，我们这样织十行以后再来扭花，继续往上跟织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，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织好十行以后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扭花。好，我们讲解这一行，这一行稍微这花型就在这一行稍微有一点点难度，其他的都是非常简单。好，三针反针，这行大家如果有看不懂的，都看两遍。好，现在我们这里一二三三针反针织好以后，现在我们要这样来扭花啊，三针，这里扭三针，你看反针下针反针，然后这里反针下针反针，从前面把后面的三针挑住，然后把手按住这三针，小心的划针。好，慢慢拿出来，从后面把前面的三针接住。好，接住以后，我们现在把后面的三针往前面拉，把它交换位置。好，交换好以后，我们现在是反针的，我们也是一样的跟织，是反针的我们就是反针，下针的我们一样的是下针。你看这针也是反针，好，到这一针它是反针，把线绕后面去啊，这一针是下针，我们继续织下针。好，反两针反针，看这里的花型我们就扭好了。好，把线绕后面一样的，这个辫子针不织，划过来是一个反针。好，到这里我们扭的方向，这边的花型和这边的花型扭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这边的花型我们要从后面挑住三针。好，用手按住前面的三针，从前面把三针接住。好，然后这样来交叉位置。好，交叉好以后把线绕过来，一道反针的我们是反针。好，这针是下针，我们就是下针，这里是反针，反针编织，线到后面去，下针编织。好，反针编织，这样这行花型比较难织的这行花型我们就织好了。好，看着有点复杂，织起来还是很简单的。好，下一行编织，下行编织一样的跟织，一道下针是下针，一道上针是上针，不管你是绢织还是片织。好，下针我们就是下针，反针的是反针，下针编织，反针编织。好，这里是辫子针，我们就这样在网上又是十行的高度，又能扭第二次花型针。好，你看，好，往下继续织，织十行的高度，十行高度我们再来扭一次花型。好，第二行从这个位置到这里十行以后，我们再来扭一次花啊，我再来讲解这里的花型，这里的花型不用动，但是一时都是辫子针。好，下针，跟上一行的扭花一样的方法。好，现在后面从前面把三针挑住，从后面接住后面的三针，后面的三针小心不要让它滑针。好，接住以后来交叉位置。
好，交叉好以后，我们一到上针，我们就是上针；一到下针是下针。好，这里是上针编织，这里也是上针编织，把线到后面去。好，这一针是下针。好，这里是上针。好，这针滑针，不要织，反针编织，线到后面。这里的编织方法是从后面接住，先把后面的三针给接住。好，按住前面的三针。好，然后把它交叉位置。好，到这里我们一样的是反针的，我们是反针，交叉位置好以后，下针的我们是下针，反针编织，反针编织，下针。好，这里是反针编织。好，继续把这几针反针全部织完。看这个花型，这里就留好了两行，它是相反方向扭动。好，这一个花型大家还有不懂的，在我评论区上面留言分享出来你织的花样，发在评论区里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